谢谢那个杨总介绍哈，那个good afternoon，大家下午好，我是王保国，来自清华大学。那其实呢，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学这个工程学。那么我们主要是，从事全钒液流电池和液流电池的一些研发，尤其是。除了这个热力学以外，还有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出台，针对电化学方面的一些标准的这个出台和修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就是说，钒电池的发展，特别是钒电池现在这个性能、价格、长期运行稳定性这些问题。那么，我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哈，给大家做一些讨论。这个需求大家讲的很多了。正是因为大规模的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导致的要平衡电网的这个稳定，无论是在发电侧还是在用电侧，那需要发展大规模的储能电池。那么大规模储能电池里头呢，电化学储能，因为它反应速度快，然后呢，特别是钒电池呢，有可能呢把它这个容量做很大，才有长期运行稳定性这几个特征，那么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重视。这个原理呢，就大家都在这个行当知道的都很知道哈。我们把它归纳成四方面，首先大容量，再一个长寿命，再一个高安全。这个价格问题啊，现在是大家很头疼一个事情。主要很重要很重要，特别是4个小时以上中长储能里头，受钒价影响太厉害，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想法去破解的。实际上，这次会议上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些事情。那么清华大学这边呢来做呢，准确讲，研究室我们是2004年开始做的。那做了5年，在研究室已经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车间，需要工程师，需要这个那个技术工人一块干。所以2009年时候，当时和承德万里通实业有限公司那个进行联合呢，开展这个共同的这个科研开发。从2009年开始呢，那么后面呢，产业化的步伐就逐渐进，这个逐渐增长了。那么从大家可以看到，从一个单电池，这完全是实验室的，人到这100瓦，0.1几千瓦也是实验室的，能到1.5千瓦，这个也是在清华大学里头完成的。但这个后面呢，15千瓦，特别是更大的这个储能系统，这就在承德车间里完成的。所以这点确实是我们走过了一个从05年到14年，这么10年把这个技术呢从头到尾呢整做下来。我刚才讲就这么亮。从关键材料，到这个电堆技术，到储能系统，把整个这块我们都会做了。当然，后面的应用呢，这块呢实际上是储能技术的应用系统这个。那么这块呢，很多很多是电力系统怎么接口的，怎么把它用得好。那么这块来讲，我们从电力系统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呢，毕竟还是小学生，这块还有赖我们这个做电力工程、电力开发的，特别上午张总讲的哈，从这个需求侧。这个出发，从需求侧怎么把它用好这块呢？我们要提供装备，提供储能系统，给电力系统用好。这样一来呢，大家看了，完全是一个产业链。那么在这个链上，我觉得现在呢，因为就是这各方面的政策的这个推动吧，哈，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非常进入这些。那么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大家怎么样把这个链建好？怎么样能使它那个在这个产业链建设过程中，大家都有所收获？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把这个蛋糕做大以后，大家都有切下来一块的，一定避免那种就是产业链还没有建起来，大家就现在开始各自纷争了。这个事情对产业呢，上午张老师讲的，对这个钒电池产业呢，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面向未来，要把这个产业链建设搁在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承德那个车间，这个车间我们带着8个学生利用2个月的时间设计出来，就把它建造起来。然后这是我们当时做出了这个产品。然后后面这个是四川乐山伟立德公司，那么当时呢也采用了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呢。当然这些技术呢，形成了一系列专利，形成了从材料到装备到系统这块呢，形成了一些东西。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代的。那么现在准确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钒液流电池是可以用的这件事情哈，已经被大家承认了。
那么第二代的问题呢，就是怎么能用得好？当然我们自己的技术呢，到国际上展示一下。当时在这个日内瓦国际博览会，大家当时是法国的和德国的电工专家，他们做得不错，就给了我们一个特别金奖。这个，那么大家真正苦恼呢？大家是讲4小时、8小时以上，就长时储能呢？那么大家看红的这块是电极的比例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能把全钒液流电池的储能系统使它这个在价格上能够和其他的储能技术吧去 PK？那这个是现在大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这个，那么怎么做呢？我们想有这么几个方面。这个，第一个呢，还是大家对它的认知认识。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看着不就两个罐装在这儿吗？但真正做下来，感觉哈，钒电池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准确讲，它比锂电池系统呢更复杂。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因为要降低电池内阻，那么在这个制造过程中哈，要我后面会讲6个字，这个很重要。这个，那么要精密化制造、数字化制造、智能化制造。我认为我们是刚才讲的，就第二，就是这个下一代的全钒液流电池制造体系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那另外一个呢，要通过提高电路密度的办法，减少我们材料的用量，这样的呢，电堆的相对成本呢就可以降低。再一个方面呢，还是储能系统。储能系统呢，现在呢，大家知道，钒电池大家讲它安全、长寿命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呢，它的温度管理，通常来讲，它的运行温度呢不能超过45度，这也是很难受一件事情。你不得不搞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辅助系统来搞温度管理控制。那么这个温度呢，如果把它这个升高以后哈，那么整体上，你的这个利用这个降低这个热管理的成本，减少工程的，特别是工程里的话，工程的投入呢，这方面对整个成本呢也会有很大一个降低的空间。这个，所以从这几方面呢，我们认为这个后续的钒电池技术呢，应该在这方面。当然，现在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就不，首先不能漏，既不能内漏，也不能外漏。那么在里头呢，双基板技术要有一个很好的突破。通常现在以前呢，大家都是为了导电呢，用这个就是说用碳素材料里说加入这个这个聚合物，这么来形成压成板。那么有一个最基本道理，它要导电呢，让塑料导电哈，一定把这个加进去这些这个导电剂哈，要形成互相拉起手来，形成一个导电网络。只有它浓度高到一定程度以后，通常呢它的重量百分数要超过70%，你才能使它的拿到比较好的导电率。那这样一来呢，通常用石墨呢，就它这个是一个无机物。那你要想把它加热处理也好，焊接也好，它这实际上这个双基板呢，你很难再使它连接上呢，不得不用密封啊、粘接这些办法，这样来使它这个长期运行可靠性呢降低了，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做过一点工作，就是在这个大家一直用这个碳粘、石墨粘做这个它的电极，那么它的耐腐性已经是验证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稳定性也是验证过的。那我们想，就如果你用在碳粘里的话，把我们这个一些高分子材料，比方说我们这个PVC 或者呢这个聚偏负乙烯，就比较便宜的这材料，把它塞到这里去，那把它这个堵完了，这东西直接做成碳粘。那么这样时候就有什么好处呢？导电过程中大家由于长径比，当它这个长度越高，大家想哈，它连起来哈，拉起手来，就像我们这个带这个拉起手来，这个有河水冲过来的话，你才能一下子连接起来，这样能够增加它的导电的能力。在很低的这个无机物含量情况下，就能使它的导电率达到比较高。这是我们用这材料做完的，去测这个电池性能。那么很重要一个情况哈，在我们这个用导电剂加上这个机械强度可焊接性之间呢，根据这个需求哈，在树脂含量70%，换句话说，还有70%塑料的情况下，你反过来这个时候导电率也能降到比较低，降到这个0.24欧姆每升这个每立米平方。这个情况和原先做那个碳素板的那个技术完全反过来了。那这样来保证你将来你这个焊接的时候，我可以是软的，大家这个热塑性塑料，那这样来可以把这技术做下来。这个呢，就是说和七个锂公司那个产品性能呢，完全能匹配的。说还是在这个要想提高它可靠性，它的关键材料的技术还是要提高。另外还有一个关于热管理的事情。那么现在的电池呢，通常运行温度的比较这个有一很限定的范围。那么大家知道，
换热过程中，你这个传热的那个温度差越大，它传热越容易。那么现在因为它很难低高于45度下工作，那这样一来呢，你的这个必须拿水冷啊，其他办法。如果我们把它温度能够提得更高，那么整个换热效率用空气的直接换热，我的辅助设施也就简单很多了。原先算过一个账，就是对这么10兆瓦、40兆瓦时的这么一个储能系统，那这个即使我们 ACC 这方变换器这样效率呢到98%，那你光看 DC 的电堆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按80%的，大家标准是这么定的哈，按80%的你的效率呢，那么进去39.2，那出来31.4，中间呢会有1.95兆瓦的功率，然后呢。7.8兆瓦时的能量要这个交换出来，你大家按这个工程原理必须算一下，你看看需要多少设备，需要多少这个换热管理的量。那这点往往在工程里头呢，往往又占到10%到15%，这个造价也了不得。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温度呢，由原先的你到这个通常在25到35度工作，我们把它温度呢提到45到55度，这样一来呢，我们跟空气呢直接换热了。整体我的热负荷设备哈就能降低很多，当然这里头呢核心就电极液，电极液怎么稳定这块呢？以前做过这样的相关一些工作，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讲钒电池你很难在高温下工作，或中温这个50度左右吧？为什么？就是怕它沉淀。那为什么沉淀呢？它这里头实际上有这么一个基本的这相图这些关系，就是当你这个温度升高以后，原先它的溶解在这个硫酸水溶液中的钒哈，本身呢，它会这个有一脱水反应，把这个这里这个分子式里头这个水脱出以后哈，变成无氧化二钒，而无氧化二钒在里溶解度是低的，就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考虑，如果我们采用一些这个添加剂的办法，把它的底下这个脱水反应给它这个断掉，换句话说，不要形成这样的一个脱水反应，那么这样呢，即使钒离子浓度比较高，温度比较高呢，也能够使它以溶液状态存在，这事就成立了。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当时呢做过一个工作呢，在里头加铁离子。其实呢，大家有一个误解吧哈，钒电解液并不是越纯好，只是把一些有害物质去掉，完了以后呢，使它不影响我们这个钒电池运行过程中的它的状态的，它是基本一些离子啊在里头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事儿接着完成。这是我们实验室在做的，横坐标呢。是它的这个加入我们用就是这个那个硫酸铁了哈，三价铁硫酸铁离子它的浓度，那纵坐标呢是它的里头呢这个溶解又反了这一方，但我们加到这个1.1倍这么样的情况下，基本上在55度下能够长期的一直保持不同的温度吧，来测了这个40度、50度、55度，那么即使在55度下，我们做那个在这个恒温水域里摇哈，一个月多也没有任何沉淀。所以这些事情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参考我们公开的文献，这个公开发表的东西来看。那么这些事情做下来，整体呢，这是这个钒电池完了以后呢，这个运行的状况。当你在这个这边呢，在常温下比较，另外一个我们再把升高温度升到50度来做的性能比较。那么性能不光没有降低，还提高了。就它的转化效率这个，那另外一个呢，大家要提高电流密度，提高电流密度很重要一个事情。目前呢，我们在这个每平方厘米那个180、150这样情况下，基本上还没有用到电催化剂。当我们把全钒液流电池的它的那个电流密度充电放电哈提到280、300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它的那个钒核那部分的电子得失的那部分呢，阻力就会逐渐升高。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电催化剂来帮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有研究发表吧，利用一些物质吧 ，B 等等吧，能有其这样作用。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加入电催化剂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电流密度甚至到这个600毫安每平方厘米。当然这是实验室数据了，文献发表出来哈。如果我们在这个工程中，我们能够由于现在这150、180。那么实现到300到350这样的电流密度，那整体电堆的造价直接除以2，所以在这里头确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来可以做的地方。那另外一个跟大家讲，钒电解液贵，这里头有个矛盾，一方面钒电解液很贵，另外一些我们现在钒电解液在里头利用率也太低，
上午张老师给的数据是70%哈，这个换句话说，理论值是5.6公斤，钒呢五氧化二钒存1度电，那实际上是做下来做的是8公斤。我们如果把8公斤变成7公斤，这一下子就变很多了。那核心是在哪呢？就在保持我们的这个充电的电压不要把这个电机烧坏的情况下，那你电压降，你的这个内电内阻被降下来，所以这有和我们的里头的传质和材料有直接相关系的。我们通过算过一笔账，用这个100兆瓦8小时的这么一个800兆瓦时的储能系统吧，我们每改变这个提升1%的它的充电深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就能够节省下来呢这800万的广电局这一项的投资。所以说呢，就是说降低内容是一个提升这个我讲下一代嘛核心的这个道理，不光是把电池本身的这成本造价了，你企业的这个充电深度哈也能提高，提高以后你电机的利用量。你的利用率提高了，那这块呢，往往呢，可能比我们本身那个电堆那块呢，挖潜的能力更高，所以这点也是就是说这个降低这个内阻，然后呢，使它的 SOC 状态啊，充电深度更高，提高更多电机的利用率。如果这个从1度电用8公斤钒变成7公斤，或者这个6.5、6.8，那你这个是整体呢，会有很大很大一个降价空间。那么总结一下呢，那么下一代我们认为有这么几方面的一个技术特征，就是指标了哈。我们认为电流密度呢应该到280到320毫安每平方厘米，和现在基本上翻一倍这样的。当然这个时候你不能电流密度高了，你的这个能量效率低不行，要同时保证我们地区效率还是大于80%，这是有约束条件的。运行温度呢，到这50到55度。这个大家都在积极做，我想呢，再过这个，按现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吧，哈，那么做到3到5年，这个作业必须交出来的，这个，而且我相信，这个国内的这个研究力量也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可靠性密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交付给的产品，你要保证长期稳定，不是今天不漏，明天不漏，而是这个要保证10到15年不漏，这件事情呢，还是有很大挑战的。那么在结构上一定要做一些变化。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在电堆上面这个，我认为电降低成本可能还有50%的空间。那电解液这块呢，加上你的储能系统啊，这点呢，可能还有30%的这个降解空间。那这样一来，再过这个3到5年，那么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哈，那么这个是钒电池整体它这个竞争力大幅度提高。那么要实现这个事情呢，我在不同场合也多次讲，六个字儿，就不漏、不堵、不高。今天我再重申一下，下一代呢也在按这个思路去干活。所谓不漏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你的密封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制造业的哈是搞大家搞这个我刚一讲它是电化学反应器去搞化学这些人啊，用个硫酸还无所谓，但用户呢是电工搞电力电子的，对硫酸觉得很可怕的事情。那么这个当然这是外漏的问题了，内漏呢直接损失我们的能量效率。所以在里头，这里头通过什么？这个新结构、新材料，减少电堆部件，既防内漏也防外漏，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核心问题，否则人家就没有办法认为你这是长期能用的东西。这是一个就是 yes no 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不堵呢，核心是电解液。我们讲液流电池是真正的液体，不能就是说里头有固体物了。你这个任何一家呢，我也看到有公司，用过滤的办法把那固体物过滤下来，然后再弄，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的，这个是一个暂时的办法，或者糊弄人的办法，不是长期的办法。这个一定要在本质的物理化学上，它是一个真正的液体。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它的动力学和它的这个热力学、动力学平衡这些问题。另外一个呢，不高呢，比较这个就 low resistance，核心呢，就是你的这个包括这个双极板这个内阻，这个一体化的组件。特别是要新型的这个膜材料也要引入，那么到电流密度高的一些，一定要有电堆化，通过合理的流体力学设计实现一个把电堆内部的内阻降低，内阻降低本身我电流密度高了，这是这个降低电堆本身的成本，另外我运行成本，我运行过程中的我的这个电解液利用率 SOC 状态可以用得更深，那么这几点做下来呢，真正实现一个
使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反储能系统哈，它整体造价呢再降30%到40%，这是我觉得是应该能够完成达到的这个。不核心核心还要这个按国家说的政策吧，叫创新引领，想新的办法，整个经济的安全优先、清洁低碳，这就是国家对这个储能产业发展的定的这个既定的方针政策。说技术发展一定是重要的，当然市场也很重要。那市场呢，这个内部呢，我们叫内生动力。外部呢，这个石煤提反一定要开发出来。我今天上午讨论哈，提问啊，就是说石煤这个资源一定要把它开发出来。就好歹我们也非常幸运哈，中国有石煤可用，但是它的提升的技术哈空间呢，我觉得我因为大多数这搞钒电池呢，都是眼光目光都集中在电堆上，那个提钒技术还没有很好的这个开发利用，这块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升这个。把这个钢铝提钒呢，大家应用比较成熟了，但石煤提钒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然，这个后面我就不说了，这个是我们钒电委员会的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市场发展哈，就已经装的机的容量，还有未来装机的容量，这都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可以讲这个大容量高安全的这个电化储能技术产品哈，是一个刚需，不光对中国是刚需，对世界也是刚需。在这个赛道上，大家呢扎扎实实积极努力，那么一定能把这个事情哈，能做了这个一叫我们叫多快好省建设这个美好家园，一定能做到的这个。这是这个国家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哈，也向我们这个也是表示感谢吧，企业的这个资金还有国家的资金的支持。那最终呢，我还是强调，团结，这个团结就是力量。业界行业在生产链建设中一定要团结，你在这样来讲，大家都能把这事情做得越快越好。好，谢谢大家聆听。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看看各位嘉宾有没有需要向王老师提问的问题，或者需要交流的一些问题。谢谢王老师的分享。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您有提到那个把工作温度提高一些，然后通过增加铁离子来减少钒的这个析出。那想请问一下，这个提高工作温度之后，这个系统应该也是会损失一部分的效率，这两个之间是怎么做的？你好，你好，谢谢你提问啊。那个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的钒电池运行空间哈，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讲，它不要超过35度和40度警戒红线，或者45度。那你在这个传热过程中啊，你的这个温差越大，传热的这个速率越快，那你这样呢？提高温度以后呢，电引进行热管理。换句话说，你把这个电解液中的这个热量哈，及时传到外面来。那么现在呢，大家呢，通常用这个用水循环做这个冷却介质。北方地区吧还好吧哈，南方地区夏天的时候，水的温度本身也升高了。那你这样呢，你不得不把这个换热装备的那个换热器的那个换热面积搞得很大。那另外一个提高温度以后哈，比如说搞到这个50度和55度，那你这个外面空间吧，你说温度35度、40度也就这样吧，顶高，那至少还有10多度的一个温差。那在这个温差下，我们利用风能就能实现了。这样一来呢，我一个风冷的这个设备的它这个造价哈，要比这水冷的哈，这个要便宜很多。就是说把这个公共工程这部分呢，给把造价提下来。那么反过来带过来的事情呢，就是你的这个钒电池本身，你要能忍受到这个在中温下运行。因此讲，这个地方呢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十分感谢王老师精彩的报告啊。我这里关于那个刚才的电解液利用率有一个文章需要请教王老师一下。就是像咱们那个实验室里做的话，都是基本上按100% SOC 充电的话，可能最后能达到80%多的这个电解液利用率。而像在系统中，我们一般可能要保证它的 SOC 可能在80%以下。那像您刚才讲的那个，电解液利用率在70%到80%，那么这个时候它的 SOC 大概是在什么范围内呢？是说满 SOC，还是说，还需要控制它的 SOC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区间范围？好，谢谢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呢，那个关于 SOC 这事儿哈。我们在那个储能科学仪器上专门发过一个文章，就是大家怎么定义。
如果我们脱离开这个 SOC 的一些表观去看哈，核心呢，就是你在这个你在充放电过程中，特别充电过程中哈，你的这个分配到每个单电池上电压高到一定程度，你不要把这个电沾那个碳沾烧坏，核心这个事情实际上这个。那么如果这个把这个内阻降低以后，我们这个充电中止电压哈，我们就在同样一个中止电压下，它里头那个充电过程中这个能够变成这五价反整个浓度就会更高。换言说，真正有效利用的那个电化活性物质的利用率也提高。核心是这个问题，这个那个 ISO 呢是个外在的，当然我们在工程中啊，怎么样表达，怎么样表现，这个呢是要从那个是背后呢是浓度关系，是那个反电解的浓度，然后呢这样提高以后，你把这个利用率提高以后，整体我们这个本来呢就是反电解就贵，我们利用率又低，造成双重的这个贵，如果把这个提高呢，你就会产生一个双重的这个降低的效果。好的，谢谢王老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附加的小问题，就是说像我们在工程中一般这个电解液的这个利用率降低到多少水平以下，我们需要进行一次这个电解液的维护呢？这个就根据人家那个工程那合同需求了，人家讲我的这个额定功率吧哈，你额定功率到多少你达不到它了，那你必须要进行处理，叫 rebalance， 就重新平衡，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你不同的项目它有不同的这个合同要求。有啊，好，谢谢。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给最后一个问题提问。王老师你好。哎，你好。那个我看咱们那个数据啊，那个铁那个为了增加这个稳定已经加到 0.6 到 0.7 摩尔这个左右了，是吗？是这个当时我们也觉得非常高了，原先呢大家都是把铁当成有害物质。这个当时也是非常偶尔一个机会发现这个现象以后哈，然后我们就往里加，然后那个最后加到这个比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才管用，不然它的那个叫做那个抑制的沉淀反应，那个热力学平衡才能发生变化，它实际上是一个络合体系这样的。所以王老师，这个电解液咱们在多大规模上进行过这个测试呢？就是多大规模的测试？现在还都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的那个电堆，然后工程上的这个哪怕5000瓦的堆呢，我们也还没做呢。这个哪个公司感兴趣哈？我们可以来一块把这事验证一下。这个、好，谢谢王老师。好，谢谢。好，王老师，线上还有一位嘉宾的提问，然后那个请我们陈老师读一下。就是那个聊天框有一位嘉宾提问说，承德生产的这个质子交换膜怎么样？是 PFSA 膜吗？与商业的 Nuffin 相比，这个膜是否具有更高的离子选择性？这种膜的价格怎么样？市场上有卖吗？哦，谢谢啊。这个首先我讲，这我完全可以给市场供货的。其实2012年底的吧，我们把这生产线建设起来。2013年以后，我们就一张没有去市场上买膜，都完全用自己的。它的材料是在聚偏负乙烯的，因为这个高稳定性呢，还是一个特别苛刻一个事情。这个，我们形成了一个技术呢，叫做这个利用可结晶性高分子控制结晶的办法，形成一个亚纳米的孔，它实际上多孔膜，没有粒子交换集团，完成了这么一个高水能性的。它的这个扩容效率呢？到97%到98%，大概是这样的。这个膜呢，当然现在还有点厚度还有点，然后呢，进一步把它提升空间呢，我们今年可能会完成，使它这个导电率进一步提高。这块价格哈，价格是就是这个膜出来以后，由原先比方我们在买这个115、117，后来222级哈，那么这个价格我们现在从成本上，因为没有市售嘛。这对外的价格不，但我们成本呢，也给大家讲一下，不到300人民币。就这件事情上，把这个自己的膜开发出来哈，就膜的价格完全不是问题了。当然，下一代的我讲嘛，也许我们要有更新的材料就出来。现在研究室还在做这工作。换言说，我就说刚才讲，我们有信心把堆的成本哈再降一半，就是讲这些技术进步导致的这个整个产品性能变化。好，谢谢。好，我们线上还有一个问题啊，然后请我们陈老师再读一下。没问题。
的，就是哦，是这样的，这个刚才讲充电深度嘛，就 SOC 嘛，这千万别过充，你过充以后这氧就出来了，那你这个新生成的氧氧化性很强，这个是你通过控制它这个充电电压就可以的。当然了，你讲这个电堆以后，你的极差不同的单电池之间的你的这个、那个、电压差呀不能大，大了以后你肯定会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电堆制造和这个运行控制条件的设置的问题，这个。当然就是说现在这种材料呢包括现在在搞这个全钒液流电池过程中呢，大家发展出碳粘材料这个离子膜材料等等这些呢希望就不能仅仅用到这儿的，给这个铁铬其他的新锈等等体系如果能用哈最好了。但这方面呢就工作很多工作还没做，是这么一状态。谢谢啊。